我刚刚六等两星狼人是我尼可帮捏出来的，你们真的不要觉得阿华每一把都在靠塞，那是用尼可帮捏出来的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叫捏出来吗？把它捏成两星。特哥的小孩也是捏出来的，乱讲。在图奇啦，在 YT 直播的那个叫做罗成员，而不是我，哈哈，他又不开，还好吧？罗杰开台不是挺频繁的吗？还是他是那什么公务员，开一天休三天的，没那么夸张吧？确实啊，很少找到一个实况组可以像阿华一样的，全年365天。从不公休，每天开，有时候真的很佩服自己那一份精神，你懂吗？那一份精神，希望大家可以传承下去。去民宿，去民宿，我有开台，好不好？而且去民宿那种又不是什么偷懒耍废，那是去活动啊。我现在住卡奇姐的家，然后她办个民宿活动，我肯定要去的啊，对不对？我不去，她被人赶出去怎么办？哼，港仔，送你回香港。抓两个 Bobby。哎呦，这装备是在。干小哦，一跟三都不错，二三，雷射转 ，AI 转，这把往狼人去了吧？哎，这把狼人还可以啊。兄弟们，不要再那么恶心了。感谢一台湾的四个订阅，安娜你好，晚上好，感谢你。我想一想啊，这把是所有人工当会获得40%攻速，所以我们这把开四 AI 的话，就是狼人当主 C。好，我懂了，已经是四 A， 已经是四 AI 了呀，怎么办？极力好点，啊，这个不能卖这些，但还是 AI 德莱文啊。我想问一下 AI 德莱文有搞头吗？可是我已经合了夜色原界了，好像又不行了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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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AI 德莱文没搞头。先卖了吧。哦不，干来了耶！你们觉得这把我们要玩 AI 狼人还是德莱文？感觉两个都可以。确实可以先打工。我等等，我想一下。等等，我们五等就是把这。
思考一下，这边有点难，这边有点难，兄弟们。好了，就这样摆了，我不信那么衰遇到那一家最烂的。先卖吧，等等再找吧。感觉亚索应该蛮好找的。我想把经济顾好。我五连败82D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逆天的操作，你们知道吗？正常五连败可能就只有60D、70D，这么82D，很逆天。这装备晚进没用啊，进比较需要无尽跟俄语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没东西掉了，坏，恶心人这系统。哎，完了，艾希卖了一直不来，好烦。感谢你，艾希。这把 AI 是战斗开始所有人工智慧的单位获得40%攻速跟40% AD。靠 U 啊，就出个艾希，不说以为出了个狼人给我呢，真的是呢，大惊小怪。还是这边真的嫖一张狼人给我，有没有这个可能性？我准备好啦，很有感觉，干我的直觉很准的，来，来。二吧，二好点。干，好像情况有变呢、欸。我想想啊，这把好像情况有变呢、欸。先不卖了。如果我们玩狼人，狼人是 AI 加武斗家嘛，所以有狼人的情况下，这两只可以滚，然后再补圣，圣再加骇客，开三骇客，四 AI 三骇客，四雷射，两武斗，应该是这样吧。我现在脑袋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阵容，就是三虚空那个叛徒镜 ，AI 转叛徒镜。不过镜是不是不吃攻速啊？我记得镜好像不受这个攻速的影响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话有点浪费我们的 AI 哎、欸，因为 AI 是加攻速，那如果给镜的话，它就不吃那个攻速效果。会转 AD， 所以是他会受到攻速的影响，然后把攻速转成 AD 伤害。我感觉这样好像又可以耶！哎呦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好烦啊！我什么都想要。1块钱的乞丐，
我觉得不太能摇摆太久，就是要尽快决定我们这把的阵容大概是怎么样。摇摆太久的话，等等七等刷牌会出事。哎，干，你是来骗我的，兄弟？感觉这个人像来骗我的，很像哎，超级像的。先用吗？我觉得换上去没有比德莱文强啊。我觉得先这样吧，反正没差多少。等等再换吧，七等再换吧。这个做耳语，耳语无尽。AI 转无尽耳语尽，干好像真可以耶。这样讲一下好像真可以耶。可是阿华昨天有一把顶级运营混沌镜老八，我心里面有恐惧，这把会不会再玩的话又要再老八？目前加分随便玩，干，我一把老八一把吃鸡就加了一分，就加了一分，随便玩。你们可是真的歹毒，我们七等刷牌吧，看看狼人跟镜的数量谁比较多。反正耳语是闭合的吧，都不来怎么办？都不来就下一把，有输过没怕过，大不了就老八。59滴还行吧，中规中矩。狼人环来了就换机器人，干能上八吗？哎，算了，先低一下吧。小弟一下下，干，我这样没骇客哎，等等，骇客怎么搞啊？首先呢，先给他这个给他，这个给他，然后电刀给，先给艾希好了。那这样我八等是不是只能补艾克？不是艾克，那个叫啥？派克，小派克啊，又有点想玩镜哎，好烦呢，该怎么办呢？雷射之心，派克之心最好。杰森了吗？只能是选秀了呀，我们这边最后一个希望就是选秀有魔豆，然后把风女换了，有戏有戏有戏，只能说是这样了。觉得这版本玩起来怎么样？还可以啊，其实还可以吧，这版本虽然你们现在看到可能内卷的阵容很多，但是可能当中有一些阵容还是默默无名的，还没有被大家发掘出来，这个是重点，就是还未开发，
再等一下呗，说不定过再过一两个礼拜又有一些什么黑科技阵容出来了，到时候大家就不用去跟别人内卷什么卡牌呀、啊、狼人啊、德莱文那些，再观察一下吧。开八华，确定要哎，师傅，应该是拿不到了。干你俩这家七的两星狼人，勾八。哎，能不能让个魔豆给我啊，兄弟们？夏沫沫，夏沫沫。啊，干还真有啊，这游戏还能玩的呀。不是啊，我现在五雷，但是我的质量不高啊，因为我低不到狼人啊。这家两星狼人，法阵法阵，蛮勇，毒百兽，狼人，无限，枪手。等等搞个装备给魔豆吧，你们觉得 魔豆的三件装备要什么啊？法爆、正义、巨杀。法爆、正义、巨杀可以吧？法爆、正义、巨杀 OK。 我不想低啊，我想要嫖到一张的时候再低。好羡慕两星狼人，就能欺等两星狼人的，我举报了，开外挂这些人。我刚刚六等两星狼人是我尼可帮捏出来的，你们真的不要觉得阿华每一把都在靠赛，那是用尼可帮捏出来的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叫捏出来吗？把它捏成两星。我这版本还没热修，打完野怪要低了，看能不能低个，先把两星圣吧，然后两星狼人，两星魔豆，耶！特哥的小孩也是捏出来的，乱讲，不许你这样黑我们的特哥，坏，这装备在搞笑啊，兄弟们，怎么搞啊？有点恶心，这装备。半张狼人没有。早点拍出来吧。我怕他拍不出来。嗯，其实没有，哎，没有嫖到狼人，要不就别低了吧。其实我现在都差狼人没两星而已，对不对？还有魔豆。上九，其实上九有点太白痴了，真的，我觉得上九是这个版本最白痴的行为。不过问题外面就只有这一家有狼人，但是我都低不到，这一家两张。对啊，如果我要上九，我刚刚就不能低牌，没跳到这一波，应该输了。他三星凯撒，哇、哦，狼人帅，好屌，直接扑过去把凯撒秒了。
其实要上还是可以上了，感觉上还是能上了。我们刚刚那边抽牌还是有一点提升了，把肾低到两星了，从一颗星不是从一星肾变成两星肾，干，情况有变呢、欸，还是别急，我们看选秀，我们等选秀，兄弟们，压手不追。哎呦，我一心狼人打了个七连胜，好变态这一把，应该是我的 AI 太猛了，我 AI 加攻速加攻击力，只能说是 AI 太猛了这一局，而且还我还省了一个位置，就是把派克变成雷射，导弹鬼，没东西能拿嘞这边，好垃圾啊，我可能拿这个。干你老师嘞！这是什么鬼啊？刚刚那个不是魔法师徽章，刚刚那个叫做无限，就是有点像一个魔法师徽章的那个洞，那是无限，不要拿错了，很多人被骗过。啊，不对，那是虚空吗？还是什么鬼？无限还虚空啊？我有点忘了。虚空吗？那应该是虚空吧，可能我记错了。反正那个就很像魔法师的徽章，我之前也被骗过。我能不能先把这些抬走？他这边有三张狼人，可以，这边放出三张狼人。我有机会上九，再低三星，再低两星狼人，先补一张五费卡，或者是我们上九可以补卡牌，这个也可以。上九呗，好吧，上九呗。靠腰手速做的那么快，啊！一炮我就没了，有跳到应该赢了。其实上九不真那也可以啊。补真那可以打 CC， 可以多个魔法师，又可以多个天气。就能没两星狼人，恶心！真的是要把爱心装备给庞海。哎，我狼人直接被秒杀了呀！魔豆跟爱心不是魔豆跟狼人低到两星，这把应该差不多了，就看看发牌员给不给。给不给面子啦？
都给了吧。打不过啊，狼人没两星差太多了呀。老三老四来，兄弟你是来送终的吗？送重击，感觉是来送终的哟。哎呦，这个摆位很关键哦，敌不动我不动。他应该，哇，他放前面哦，这么有想法啊，夏默默。完了，魔都没敲出来。坏，雷射旁海，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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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变异的旁海继威，拿什么啊？感觉攻速棋子吧，来。感谢选荣，记得来，还真来了。干，我阵容已经最大。感觉蓝 buff 好点啊，我怕他拍不出来，这才是关键呢、啊。那为什么凯撒放这边呢、啊？啊？兄弟，你以为我会跳右边吗？靠腰，他直接把凯撒放我脸上，不知道为什么哎、欸。本来都是什么有来有回的，他直接放我脸上被我杀了呀，在干嘛？兄弟，这个摆位出大问题。帅，
你给蓝 buff 还是只敲出一次？对啊，我就是要他敲一次的效果啊。因为我两星带法爆死帽，只要敲到他那一群人就直接残血，就我没有要他敲两次，只要敲一次就好了。因为我给他正义，他有机会被秒杀，可能敲不出来。我没有要他打那么多次，一次就够了。按按环节等我一下，因为阿华很尿急，我要去厕所。等我一下，兄弟们。